Hello，Atas Felicia 啊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Inge 姐姐，你这个星期六有空吗？我们去你家吃火锅聚一聚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但是我家没有电磁炉哎，不然去你家吧。哦，好啊，没问题。那我们星期六见，拜拜。先把米洗了，等一下。定时煮饭，然后 Angel 姐姐他们来就有饭吃了。哇，这是什么科技啊？还可以遥控煮饭哦！对啊，这是9Yummy的智能饭锅，让我这么精致的女生可以轻松做饭哦，而且多功能又可以让我做蛋糕哦，真是太好了！我的1.6公升的饭锅第一次煮给那么多人吃哎！当时我下单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想要买那个小的0.8公升的，但是我就是想要请你们来我家吃饭呢。哦，你好贴心哦！哇，这个饭锅要多少钱呐？原价好像是新币189，但是如果你在 Lazada 9月9号下单的话呢，才89块哦，而且还有1年的保固。煮好了，时间刚刚好，要吃饭的自己来添呐。我不想吃饭，我只想吃火锅。但是桌上这么满，可以挪一下吗？我要转小火，我怕被烫到啊！英姐姐姐小心啊！像我这么精致的人，哪里会让你不小心被烫到呢？来，要转小火是吗？这里有99级不同的热度，要快煮，要慢熬都可以哦。哇，Atas Felicia 就是 Atas，连火锅都可以远程控制啊！那当然啦，精致的女生就是要这么生活的。哇，我觉得你家好智能哦，这个这么好用，你买多少钱呐？原价是189，如果呢你在 Lazada 9月9号促销下单的话呢，才新币89块哦，而且这个有1年的保固期哦。哇，Atas Felicia 就是厉害！如果 Angel 姐姐的弟弟妹妹们想要买 9Yummy 的家电的话呢，可以点击影片底下的链接哦。而且呢，如果你在9月9号买200块的话呢，因为 Atas Felicia 有认识，所以呢，你可以获得45块的折扣哦，还不快谢谢我呢！如果喜欢我的话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期待我们下次的约会哦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你干嘛？我们下次再见。智能饭锅，智能饭锅。像我这么精致的人，如果 Angel 姐姐的弟弟妹。